上面是刚出生的鸟。哦，这是你的农场就是了，走吧。这是大哥哥的农场。这里经常会有人来。为什么？帮忙用钱吗？哦。这里是有种东西在卖吗？还是单纯种开心的？这里有种花，你看那只小狗胆小，那只小黑看到人就跑。小看到人就跑。那里啊。那只那只狗，那只狗叫好凶哦，你不要看它。那是你养的对不对？对。你看那只狗。乖乖，好，看到你就跑。好，这只剩为数不多，再不然都小狗了。你说那又没几只了。是哦。那我可以进去这里面吗？里面不能进去，那里还有公鸡。哦，看到了。那我们去看那个青蛙，这就送那个芒果。对，芒果。哇，那还没成熟呢。哇，还有小芒果，啊，都没有成熟。原来我之后种的芒果是可以长那么大。嗯。以后要吃可以跟我们买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哥哥在卖啊，他会算你100颗10块钱。有可能啊，100颗10块钱，跟一颗大概就是1.0。0.1啊。这什么果？有点视角。不行，这不能玩鬼抓人。嗯。这会有蛇，是吧？你有看过蛇吗？对，很多蛇。那里有鬼，有很多小青蛙。如果你被蛇咬到，你会不会害怕？都有眼镜蛇，还有，就我只抓一。好，跟大哥哥过去。他这个农场好大，好天哪，怎么那么深？太大了吧？等一下，你们的农场会不会太大了？有点太大了。哇，这里真的会有眼镜蛇呢。天啊，怎么那么深？青蛙掉了，该不会这里还有人吧？这里有没有蚕呢？这个是种什么的？啊？这是种什么的？种芭乐。哇！芭乐。鱼耶！啊？那是不是鱼啊？这是蜘蛛。水蜘蛛。不咬人就是。你说水蜘蛛吗？对，就是咬人。为什么？这么快就抓不到。我抓得到。为什么这里的土？你们看这是什么？没有看。哎，不是我。水蛭。哦，水蛭哎！不要摸，它会吸你的血。为什么？看到水蛭就直接把它掉下去，它吸你的血，啊，好，听大哥的话。哥哥，所以他说我是你的鬼。你看又被挤了。这里的土为什么要用黑布把它盖起来？是为了怕。有方便好走啊。哦。这个树也快长出来了。你们家有种橘子树吗？没有。那柿子树呢？没有。那芭乐树呢？芭乐树是没有。那西瓜田呢？没有。啊。你看那些树，你看那些树，树都很漂亮。嗯。再小心一下，再小心一下。你可以问大哥，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就只有我弟。你上次在这里看蛇了吗？只有我弟而已。你弟嘞？他玩手机哦，你比较喜欢在外面玩哦。对啊，我喜欢在外面。你上次在这里看到蛇了吗？对。你是读哪个国小哈？我是读普星。普星国小。这里会那个哦。那你班上同学知道你这里有一块很大的农场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很重啊。他们都没有来逛过吗？你可以邀请他们来逛啊。他们家长是不会来。是哦。直接吸了我们血。为什么？这是椰子树。这是椰子树。你看，你们看到那个塌的。对呀，这我怎么过去呢？你可以直接跳过去啊。嗯。为什么？我们这有。对，直接被那个卡住了。你们这有种椰子树，那上面有没有长椰子？我也想喝椰子汁。你自己看，对，自己看。我看那里很多洞，是吧？这是青蛙，这是青蛙洞。
对，还有福寿螺卵。对。哟，这里有个很大的水沟。好。啊，我又不小心了。哎呀，姐姐小心啊！这里有水蟑螂。什么水蟑螂？水蜘蛛。可是那是海蟑螂吧？哇，有福寿螺卵。喂！要小心，这要小心。那是独木桥哎。姐姐，你要怎么过？给爸爸抱吧。不然我觉得你会跳下去，给爸爸抱。快点过来。爸爸。我很重哎，不如我来帮你拿这个吧。不用。来，手机用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哎呀。哎，你踩这里，好像不行哎。不，你踩那里。好吧，先记录到这边。